我叫范车车，是 X 技术学校的学生，但是我是这个学校里开卡丁车最厉害的车神，他就是那个全校最快的男人。快的男人的速度，哎，怎么拐弯啊？还挺快啊，小朋友。学校最快的男人，他不可能是个车神。为什么呀？以他这个发型，他根本戴不上这个头盔。他用护发素，头发就下来了啦。下一个是我们的何艺术。哥哥，冲啊！弟弟为你投票。弟弟说：“弟弟为你投票。”弟弟为你打 call。你怎么还随身带梳子？因为痒要扎一扎。